我刚洗完澡，啊，你在家哦？啊，你等下就有下班。接你，可是我刚洗完澡哎。啊，算了算了，没关系没关系，没差。哎，干嘛？你生气哦？没有啊，我干嘛生气？啊，你这口气就是生气啊。没有啊，我干嘛要生气？啊，我就下班了，我自己一个人回家，你就已经洗完澡在家，麻烦啊，不用啊。好了，我等下去接你啊。不用，谢谢，我自己一个人就可以回家，我自己一个人可以过很好，我有男朋友，没有男朋友都一样，没有差。我刚刚已经说了，我等一下会去接你。不用，我自己回家。 干嘛？我等下去接你哦。嗯。嗯。好，拜拜。白目，就叫人家凶。